好，这个就是来自神魔工程师的消息。那他们说稀有角色这次三大奖就会进行调整，那至于要改成什么样子呢，请大家关注他们的粉丝团，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改成什么样子都可以留言，他们真的有在看，好不好？真的希望不要再让我们失望了，所以大家也要积极的提出自己的意见，然后让这个系列可以更好。